Hello，Hello，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吃一下那个淘宝店念念美食家的一些甜品跟点心。然后这些的话，我前面一排是加热的，后面一排没有加热。我想吃一下加热跟不加热的口感。还有这两个青团，我也是加热的。它这个是咸口的，是需要加热的。这两个的话是可以即食的。好了，那我就开始吃了。先来吃一下这个芋泥虎皮卷吧。哦，不对，还是先吃这个青团吧，因为感觉等会儿冷掉。哎呀，我忘记拿筷子了。这个是咸菜笋丝，肉丝的。我感觉它这个里面馅料很好吃，咸淡刚刚好，外皮的话糯糯的，有淡淡的艾草的味道。这个是芋泥虎皮卷。这个虎皮的蛋香味挺重的，然后芋泥很细腻。芋泥的话是淡淡的，没什么甜味。这个的话是爆浆虎皮卷，酱料也是超级多。这口酱真的。这个酱料的话偏油腻一点，哇，中间真的是满满的酱。
不抗力的小可爱，我不太推荐这一款护皮，因为它酱真的超级多。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款芋泥的，适合不抗力，然后口味比较清淡的，芋泥也特别好吃。这四个的话是乳酪酥，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它中间是红豆跟麻薯。它里面乳酪的味道还是很浓郁的，这个是抹茶的，刚才我老妈来电话了，问我去不去吃饭，我说不去了，我这都已经吃上了。这个是草莓味的。这种点心的话，真的适合小口小口吃，太大口的话容易糊嘴，然后就咬不开。这个是芋泥蛋黄酥。它里面都有麻薯。蛋黄酥真的要加热以后更好吃一些。它里面蛋黄是沙沙的，好吃。这个是抹茶的。嗯，这个好吃。
这个是蛋黄肉松的。这个是红豆沙的，这个芋泥卷的芋泥的口感确实挺好的。我这个泡的是乌龙茶。我一般饭后半小时都有习惯喝一杯乌龙茶，就解腻，还可以分解油脂，感觉挺好的。这个是没有加热的。这四个因为口味差不多，我就再吃一个吧，感觉吃饱了。
果然加热过以后真的要好吃很多，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吃这种点心最好加热一下。今天就吃到这里了。这些点心甜品的话，都是在那个淘宝店念念美食上的。念念美食是吃完以后念念不忘的意思嘛。我个人的话，最喜欢那款芋泥虎皮卷，感觉那芋泥淡淡的，很细腻，虎皮的蛋香味也很浓。然后第二的话是那个咸口的青团，也挺推荐的。然后就是那个芋泥。现中现蛋黄酥和抹茶的蛋黄酥。那么，如果大家跟我一样也喜欢吃这种甜品点心的话，可以去淘宝搜一下"念念美食"，然后收藏一下。平时如果想吃这些甜品点心，或者是想要送人的话，都可以去逛一下。这一家店的话，整体品质我感觉还是可以的。好了，那我们